进攻! 就此清除! 所谓命运, 皆由兵刃和鲜血所写。 诸侯包藏乱心, 天下不堪再受其乱。 昔日妄议中伤之人, 如今黯然无声。 吕布以实力打破了他们的诋毁和非议，如今他真正成为了天下无双的霸主。所谓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天子只成天命，顺天而治，圣朝厚德，国祚永延。